2024全新特点武器暗火 M134，使用300发7.62毫米装弹的强大机枪，缠绕着众多一同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友们曾经的羁绊。羁绊目标时，还会引动这份羁绊召唤暗火卫队，自动攻击最近的敌人。暗火卫队将在对敌人进行狂暴射击后消失。如再次击败新的敌人，暗火卫队还将再次触发。右键还可主动召唤肩扛火箭炮的暗火卫队进行范围打击，充分利用暗火卫队的召唤机制，就可以在面对多个敌人围攻时频繁地触发暗火卫队，对敌人们造成快速收割。这把拥有特殊机制的特点机枪，你们喜欢吗？